我是小游。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了。我先把主线给弄上去哦。我刚才其实私底下有在，对，我们先主线好不好？我们先给重点了。不是，先实战好了，先实战好了。小弹关卡这边可以小弹，然后这边可以看一下你靠到哪边。好，你就继续。自动部件，Let's go。很猛的游戏要来。然后这边可以就是开特写，或者是，两倍速这样。OK。我是鱼，一只鱼，我不能呼吸，而你在我的身上没有氧气让你呼吸。我是鱼。至于，等我一下。我们今天已经实战了嘛，吼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珠宝升上去。这边观众你们可以先看一下他推荐的，就是，他推荐要你做什么事情，那你就跟着去升。OK。刚才还可以，对不对？LMS，那我原叫 LMS，那原始好敏感啊。30底的流寇，我们今天要讲一下，等我一下哈。我今天要讲的是，正打很像是新的呢。哇塞！正打为什么我对他都没有什么印象啊？好了，我们先不要讲这个，我们上一集讲到了信陵君舞起下姬下姬下姬，下姬感觉是新角色你先给你们看一下好了。流寇这么笑，对，这么快哦。鲁班，这款游戏它还蛮耐玩的哦。那一开始它其实好了，不讲了，我们就讲到这边好不好？然后你这个野怪你就可以去敲下去，你看哦，还不耐玩啊，或者是这个农场的收集啊。那有人一定会好奇说啊，到底在搞毛？其实就是一个 SLG 啦。但是我希望观众可以知道，可能知道这个游戏好玩的点吧。所以我再找一下，可不可以演示一些比较刺激的东西？这个吗？哦，对，啊，这边就是匹配赛。哦，下面打一下 PVP。来，我们这个手也是有 PVP 的哦。那最值得演示的就是它的对战过程哦。哦，所以你们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哦，还蛮漂亮的。那你就可以跳过这样，大家可以继续玩。然后你就一看它其实有一个排行榜哦。然后我最主要当然是一场对战，然后呢就这样子吧。